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有什么区别？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地理位置不同。白俄罗斯曾是苏联的盟国，但自从苏联解体过后，白俄罗斯就被划分出来，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其次就是两个国家的文化、语言、衣着、服装等方面都有各自的风格特色，体现出两个国家不同的风俗。白俄罗斯共和国，简称为白俄罗斯或白罗斯。白俄罗斯一词始建于1135年编年史，而作为独立国家存在，则始于1991年的苏联解体。其名称由来，一说作为斯拉夫族东支的白罗斯人，比俄罗斯、乌克兰保留了更纯的古斯拉夫人血统，意思是纯的罗斯人；一说古代白罗斯民族喜穿带白色的亚麻布服装，因此得名；一说白罗斯人是从鞑靼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，白玉有自由或解放的意思。